接招吧！扶摇直上，再速一程，接出吧！我来助诸位一臂之力。啊！吾乃天选之子，定不会只顾于此人。此乃巫行侠仗义之本质，莫要多谢，吾定会踏平历练的道路，接招吧。扶摇直上，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啦！哎，有事要拜托姐姐吗？什么？你找孟章？他往那边去了。有事要拜托姐姐吗？什么？你找孟章？有事要拜托姐姐吗？什么？你找孟章？他往那边去了。吾到此地是为了惩奸除恶，降妖伏魔。龙魂吧，扶摇直上。诸位，多加小心封印。陈翔，
行侠仗义之本质。莫要多谢。我定会踏平历练的道路，接招吧。小心！哎，吾乃天选之子，定不会止步于此。呀，哎，封印！此乃吾行侠仗义之本质，莫要多谢。我定会踏平历练的道路，接招吧！老师，扶摇直西，认输吧！有事要拜托姐姐吗？是来找你。技多不压身，再只教两招。有事要拜托姐姐吗？什么？你？有事要拜托姐姐吗？什么？你找孟章？他往那边去了。
不好意思，我在想，你的体质该用什么办法来调理呢？